我搞点状态。那个到时候去买一瓶可乐，没有感觉。让那个小姐姐要喝点可乐，要不然没有打那个盆儿的感觉。有那个冰块的话，最好泡两个冰块。哇，不想打就怎样吧，行了，开始。这么多晚下去了，酒醒了？醒了。那你把你听见那个半仙说的话告诉别人。妈，怎样？三个人，我待会是一个广角人，三个人叫三个脑袋都在这儿啊！对对对。我们要一起叫伸进去，对，一二三伸，晒太阳哎妈妈好笑我也没事